吹过去很方便，就是每次看下面的时候要把这个盖子揭下来，所以这个显示器的支架呢应该是不够高，因为已经升到最高了啊，所以呢这个支架不够高，而且我又习惯于把笔记本放在显示器的前面，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支架就有问题了，要把它换掉，这个支架不够高，所以我特别的六幺八了，我们又买了一款新的支架，然后我再放上去看看效果怎么样。开箱以后就是这么多配件，我们现在给它进行组装。这个挂钩这地方比我的那个要大，现在只能放到外面了，还好它的螺丝比较长，我就是把它就这样套到外面了，不知道有没有危险啊，有没有一些不安全隐患呢，就装好这个支架，这个比之前要高很多，很高的个距离，对，这个距离很高，更高，大一点，也可以，再来一点也没问题，这样子高度就刚刚好的样子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我在组装过程中没有拍下来啊。其实这个支架装起来很简单，但是这个支架呢，就是它的买的时候大家留意一下，如果你的还没想升，就是你的显示器升很高的话，那个支架它是有分啊不同的高度的。这个支架呢，它是有尺寸的大小的要求，还有承重的要求，还有一个支架的高度的要求。需要升的高点的话，你就买一个比较升的比较高的，它的承重比较多，因为我们有些显示器会这样竖起来的，所以呢，大家买这个选支架的时候就留意一下，做工稍稍质量好点的，价钱也不要太便宜的。对，我买的这个牌子是叫北孚的啊，北孚的一个它名作有很多电视机的支架呀，显示器支架做的比较多，做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，而且款式啊造型呢都是很精美的。这个就是我们买显示器支架的时候，大家分享的一个相关的一些信息。OK，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视频再见，拜拜。